而7月1号起也有多项的交通新制上路，故障车辆停放在国道路间超过了一个小时，将会开罚最高1200元。另外，汽机车违停在公车停等区，罚锾分别提高到1200跟900元。公车缓缓进站，但停在公车停靠区的汽车还是照样停，严重影响乘客上下车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交通部从7月1号开始，只要汽机车在公车停等区10公尺内违停，提高罚锾，机车开罚900到1200元，汽车则直接开罚1200元。划范围之外，在10公尺以内的话，那干脆整条都不能停了。同意呀、啊，嘿嘿，都守规矩比较好啊。另外，去年8月7号，国道警察在国道3号执勤借护抛锚车，被后方板车追撞，造成1死1重伤。为了降低事故发生率，故障车辆停在路间的时间由2小时缩短为1小时，违者脱掉一致，并开罚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。而过去汽机车超速闯红灯，若被照相机等科技仪器取缔，只要付罚锾就可以结案。但从7月1号起，将全台34000多辆的营业大客车照相进行举发，纳入记点制。半年内违规记点达6点，将扣照1个月。未来将会扩大到小客车，但时间还未定。单检的部分，你就可以知道驾驶人是谁，那就可以归责给他。而这种进行举发的，因为没有办法知道驾驶人是谁，所以没有办法做规则解决这个问题。部里面的规划是长期而言，希望来全面实施，在7月1号先针对营业的大客车的部分先来实施。另外，为了营造育儿友善环境，7月1号开始，特定场域停车场需设置孕妇或育有6岁以下儿童者停车位，业者需于12月16号前完成。记者为庄志成推报道。